F 在去年年底出道后，之后回归的歌曲皆成为音乐榜上的常客，完美的展现出了 F 那难以抵抗的魅力。然而近日在韩网上出现了一则讨论，现在看来 F 最受欢迎的歌曲是哪一首？竟然是有望角逐年度歌曲的 Love Dive。不是超洗脑，让人一听就停不下来的 After Like， 如此困难的选择，真的让 Dive 们都举双手投降了。F 真的不断创造出让人为之一亮的歌曲，已经要等不及看到女孩们下一次的回归啦。